你组织他干嘛了？他不是啊，让他自己在那组就好了嘛。我跟你说一下，明天我妈还有我舅去我家姨家里，明天早上7点钟就出发，去看一下我姨。我跟你说一下，我等一下说，我又没给你汇报。啊？怎么说嘛？同意吧？啊？热死了我的！现在我做事也比较谨慎了啊，做什么事都跟田嫂汇报一下，等一下又说我不跟他汇报，到时候两个人又闹矛盾。现在不管大事小事啊，我都跟他说一下。这样的话，对整个家庭来说比较好一点。来，这个风扇啊，太热了那边。有风吧？啊？有风吗？还是不理我的，知道吗？慢慢来吧，啊。真的像王宇说的那样，吵完架以后，一下很难回到原来好的那种状态啊，要时间的，不急，慢慢来。你干什么给我看啊？给你找个我在哪自己看吧，想买也不能办。哪里？这。兄弟成绩还没有出来，应该是7点出来。507分，咦，我记得你之前的考600多分啊。兄弟成绩没有出来。啊，生母跟弟弟什么时候出来？应该是5号。5号是吧？我给你算一下啊，我看了一下那个一中的总分是755，你现在是507，相差了多少？250分。生物地理如果每门考85，你说85啊，就170，啊，他70分，到时候还有化学有名啊，化学有名，那你努力一下的话，估计这个一中还是有机会的。我看这次好像语文考的好像不行啊。这次语文真的不行，我后面阅读题几乎满分，但是前面那个古诗太难了。但是物理、政治、历史进步了，之前都不及格啊，这次全部及格，再努力一下吧，努力。上个一中我感觉还是有机会的，最高分是有一个660多的，好像是，不知道忘记多少，反正600多，全年级第二。你全年级第一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比第二高了10多分，12分。660多，我没看到有660多的。我记错了，应该是，我不记得了，反正有一个全年级第二的。628。不记得了。628分是最高的。加油啊！努力一下。因为你这个差距。你想过了，我还就想再联系啊！你想过了，我还我不是说你，我不是说你是什么年级第二，我说你再努力一下。这个一中的话，它是考不上的。按照现在这个水平的话，你现在是607分，就相差个507分，相差250分。250分的话，你生物地理170分，就相差80分了。80分的话，还有化学。还有其他的加起来，那应该是还是有机会的啊。加油，奥利给，奥利给，有没有信心？不知道，应该有吧。应该有。